用的惊鸿。牛这手惊鸿跟鼠车还是有的一打，相较于迈凯伦来说，打鼠车会更容易一点。对，我觉得他把这个苍穹决影留下来是为了别的图，可能也是为了向一号公主这边再拿一下，也有这个可能啊。对，看一下牛这位选手，他过弯过得比较快，所以说一直在考虑这个集气问题。确实，垃圾这边比较快、啊，操作很快啊，脱飘了，脱了。哎呦，这里入弯入的有点慢了。对，这个入弯角度，估计又让我想起了 ECU。啊？哦，我本来想说这两个人好像都没有弹出来，结果对，点一下刹车其实是可以调整过来的。对，紧张啊！而且我觉得牛这位选手真的也是有一点奇怪。你说啊，这个西部矿山他愿意选出来消耗一次选图权，然后再加上一个迈凯伦配一套，对，他也不愿意在首图当中直接强图配强车来拿一分，这相当于是就是起手丢一分呀。你这个说他是过度自信呢，还是属于过度保守想太多呢？对呀、啊，这一手选择无法评价，也不会那么急躁去给你刚改贴一下 WCW， 麦这就是机会型选手，嗯，他喜欢等待机会和创造机会。这边想一调整，但是只有 CW 单喷，特性有的可以直接哦，开一个 CW， 他刚好自己点了一下刹车，为了控车身。牛在前面领跑的距离是非常的大，这里没坐下来没坐好。太靠外了，长城的这些撞点很重要。领先距离还不错，外界在这个落地点也失误了。直接在弹射，那这一手相当于是用惊鸿换了一手海神，在鏖战模式当中不好定夺优劣势啊。是的，小蛋 CWW 飞跃。红月王国这个来看这么、啊、跟的还是很近的呀，但是外界也在那里磕到的，落地的快度出完稍微拖沓了一下。对，他在飞跃之前看小红地图上那个红点啊，感觉跟的还是很近了，可以期待一下是有记录呢还是谁拔的头筹。我觉得能赢就行了，现在双方我觉得在极限成绩来看应该是平分秋色。哎呦，这里顶着甩了，甩过来延续啊。是，但落地牛这边，哎，跳起来了 ，YJ。防弹器。双方已经都适应了极度空网的对抗。对，落地。YJ 脱飘了。这谁能想到呢 ？YJ， 这第一次跑42，第二次差点来个33啊。但这个差点的点虽然有点多啊。亚轩这里撞墙过来，乔蛋再放 CWW， 这里很贴，乔蛋拿一个极限 CWW， 极限向右靠，这一个弹射拉近了与牛的距离，牛前面应该是，哎呦，这里磕了一下，对，出完牛更快，你再磕一下，再卡气，没卡满，哇，克星等到了。这个，我觉得他是没想到，怎么说？我觉得他没想等到，对，他已经觉得等不到了，他应该觉得完了，对，结果来了，追光者救命啊！永远的神，撞墙过来延续两下，是飘，这个、撞墙过来以后吧，这稍微的拉近了一些距离，前面牛有点歪，磕到了，这跟第二局一模一样啊，逼近了距离，这里落地点，漂移过来，牛顺利上去。最后成绩1分34秒89，牛拿到自己的第二分，也要说是 YJ 那个机会给的有点大。看一下吧，牛起步，牛领先一点，先入弯，那段被抢了。牛起步就喜欢先卡一下，他总觉得卡一下之后这里漂移的角度不用那么肥了。对，想卡内线，确实意识不错。我点瞄过来调整车向，哎呦，这边拉 WCWW 拉失误了，侧身小喷延续还好延上了，及时止损，但氮气
在金耀之星面前，其实这样的氮气情况也没有太大的优势啊。对，对，还是得卡呀。对呀、啊，还是得卡。而且其实没必要卡，但是你又习惯性的还是卡了一下。看一下这里的氮气节奏，拿近了一点距离。没错，牛这一个弯道，咻过的跟第一场、第二场比赛一模一样。哎，再是外界也在同样的地方再割一下，这个直接看过。但是这一拖有点狠了，不过还是能够挡一下牛。WCW 拉过来，侧身挡一下，磕到了。这边给到牛第二个大礼包，这个第二个失误，哎，消弹没了。对，这回确实是消了。但是第二个失误其实也是牛自己追求来的机会啊，是对抗到给到压力了嘛？1分22秒05，跟上局完成时间都是一模一样。上局好像1分20秒。下边牛麦凯伦就抢菜点了呀。对呀、啊。大起步，左边起步还是很快的。哎，不知道游哥有没有这种体会啊？我们先看一下对抗，看一下这个弯道。刚才没有了。应该没什么对抗。对抗完了。对。有没有这种体会啊？就是如果说你在和一个人 solo 的时候，你在和他打不同的赛车、你看他的赛车，然后你会突然脑子短路一下，你以为你是他的赛车，有过这种情况吗？没有。我记得我之前有一次，我都忘了和谁在 solo 了。我看他开的是金战哥，我开的其他车，我上来侧身小喷，然后懵了。就在选车的时候，感觉自己开成那辆车。对对，以为就是看对面。把过多的精力放在了对面身上，对啊、就像这一局，其实牛的断那个起步那个断脚很快嘛，我就想确实也沉醉在比赛当中了。是的，我只是偶尔没有反应过来自己带的这辆车。对啊，但是我收的次数属实比较少。那亚歪这这边也不愧是王图啊，这停车非常流畅。看下一弯道。没有任何问题，对，也一直在寻求最快的路线吧。看落地以后这个弯道，因为我们没有关注到第一圈的成绩，但是从现在的时间点来看，我觉得这一把不慢呀。我、这个记录好像是要有了呀，2分25秒32，打破了子墨的记录。外界最后上星加带了吗？上了。哦，啊，你说谁？我说外界啊。外界上了，再收一张记录也不亏。是。这是我们中国广澳台及海外赛区的选手第二次打破纪录。是的，晴秋子墨保持了21天的纪录，被 YJ 1分25秒32驾驶迈凯伦打破，恭喜 YJ。 看起步，这个图就相对其他的图来说，前期的直线比较多。对，那前期直线多，你这一个小喷2秒当个氮气用。对呀、啊，加上正常的小喷最起码是0.67吧，我们这个没有具体算过啊，那就2.67秒的起步小喷、还有50%的集气触发特性。飞跃想要延续接 CWW， 没错，距离不算特别的安全，外界在做极限，他还是没有放弃。对，而且这辆漂移车他创建过很多的奇迹。对，落地 WCW 来个非常细节，落地再来一个爆地，牛也依旧稳定。下一弯弹吗？不弹。这里消弹，下弯要弹吗？不弹。哎呦，我磕到了一下，这个弯道得弹了呀。对，就是哎，牛脱飘了，但是氮气能够支持到下一个弯道，对于牛来说还有机会。这里卡了一下气，由外切内，外界想挤，紧接着一个双杀弹射抢到了，恭喜外界，3-3平，这鏖战要来了呀！忘了吧？我也感觉我们都不太记得了，感觉是不是还在班位上？班习惯了吧？这是。这里虽然单喷，这辆单喷过来。这个跑法感觉有点忘了的感觉。我看他们的左摇右摆路线，我以为牛从右边过来要双杀弹射，结果它是一个正常进天入环。对啊，所以就觉得跑法应该是忘了啊。突然来了一手切边鼓，整懵了，这就起步起懵了。牛现在在领跑位，就是没有办法给我们安全感。对，就感觉左摇右摆。
其实我们从 YJ 视角来看， YJ 已经有很多失误，牛的距离应该更远才对，但是这个距离哦，自己又磕到了一下，过飘了，给 YJ 反超。我觉得如果牛依旧保持这样的状态的话，悬，对，悬，这个有可能要成死局啊。这个小内档来挡，还在弹射 ，YJ 投标，二弹、三弹没有任何问题，出来了，牛也顺利通过。那接下来这一个弯道，而且这个弯还是早啊，是，但是惯性用得很好，没有出现失误。这跟第一圈的距离相比还近了一点，近了一点。嗯，在经过了一轮交锋之后，距离啊磕到了，给转向失误，这里弹射没出啊，侧身点拉过来，这里 YJ 也回了一个磕墙，再弹被顶到，没出来单喷。这侧身小喷延续以后，即使 YJ 三点法器也没有任何关系。是的，那这样 YJ 率先来到了赛点局，而且成绩好像不是特别的慢，2:01。那这一局如果牛能挺过来，那即将进入到鏖战模式啊。对，起步，看 YJ 给不给机会吧。是，先让了一个内道，然后又抢回来了。对。这张图现在对于双方比较考量的第一点就是稳定性，如果说有一方没稳住，那看谁 YJ 没稳住，看对方牛没稳住的话看后追，对，这个看 YJ 后追嘛。对，哎呦，掉下去了，这个失误大呀，这个图搬的也对呀。对呀，这一下这一个落水就可能要鏖战了。嗯，后追你再怎么后追，我觉得很难逼近啊。是，而且这一个大失误让牛多宽心啊，他这一宽心宽的不是这局比赛啊，他可能把刚刚那个失误都已经忘掉了。对，或者说这个苦心经营的这个心态啊，对，又要起来了。是的，又要调整过来了。对，因为已经形成单机模式嘛，没有任何的压力了，能找回一下自己的手感吧。对，你看这个细节处理真没话说啊。哇，磕到了，脱飘了。对，这是没进出来吧。这里，哎，没延上 CW， 这节奏很快，脱飘了，很快，真的很快，35秒71，打破到自己的最快记录。是，那这样的话双方4-4战平，下一张图抢赛点，起步，两辆双战神还是一样的，这个选图是 YJ 选的。对，因为刚才我们也说到了，对于这种，哎呦好险呀，对于这种情况双方都不敢留车的，没延上，延续过来，哎，在入弯的时候竟然拖了一下，这一下拖就让牛再次拉远距离了，而且这样的一个简单赛道，要卡气要不然没氮气，还是能延上啊。哦呦，这个手速还是佩服，但是佩服完之后紧接又给我来了一个失误，所以说真的 YJ 这名选手是让人哭笑不得的一名选手，你不知道他你是该夸他还是该对他失望。我觉得其实对于刚才 YJ 这一波表现来说，他能够把气卡满已经用了他洪荒之力了，所以说他还没有找回自己的节奏，以后在这之前再出现一些失误也是正常嘛。啊，当然可能刚刚我说的这个一个换机事件的影响的不是牛而是 YJ， 还是有的，还是有的，这个只不过说对比之下牛好像稳定一些。对，好像稳定一些，延续，但是从小弟这张看 YJ 很近啊。对，因为 YJ 是 WCWWW 14下，这里不严了，而且牛在这边再次开一个氮气求稳了一些。对， CWW 过来1:21.40，牛率先来到自己的赛点局，5-4。上一次在车间当中是第一次史诗级的对碰。嗯，见过赛博战士是最早，但是基本上用两次就被淘汰了。对，转弯弹射，后来上了破风嘛。哦，这里牛飘的比较肥，
乔丹点评，都是一样的跑法。我刚才说，苍军影除非小喷土有劣势，其他都行。嗯，我就选一张小喷土。这一把我觉得倒不如用海神了。暴力，外界没弹起来，但是还是可以进行个极限单前训。磕到了，路线太过于贴边了。对，这车身有点大，不好掌控啊。哎，这个气没卡。特地拉侧身，沿过来这么去卡，还要再卡。哇，这一波操作以后已经目送牛了，但是没走远，仍然有第二圈失误的难点在这里摆着。我觉得对于 YG 个人来说，可能跑着跑着跑忘了。那个氮气之前有足够的长直线够他卡的。来，这里第二圈，哇，哎呦，弹过来，极限延续，没错，瞬间拉近距离。星家在上来以后，牛在前面稍微歪了一些 ，YG 反超成功。这边侧身一拉，直接反超成功，星星加速带，没错，延续过来，让我们恭喜 YG 挺了过来，5-5，双方再次战平。看一下起步，小喷延放一下，外界先占据内道，延续。外界这一局拿到领跑位，牛开始做后追。对，现在对于双方来说，就是操作越来越变形。如果有一名选手能够找到最初比赛的状态，对，就能够瞬间的收割比赛胜利。延续。暴力操作衔接太快，很多操作都没做好。对，但我觉得这样的情况下也能够创造出这里更多的奇迹吧。对，衔接弹射衔接太紧密了，他怕延续不上。是，这边再歪 YG 在前面顺利通过，没有任何问题。哎，前面 YG车速有变慢，这小飘，小蛋，他这个入弯做的都不是特别完美，对，你入的就都有点晚了。来看一下最后摔位以后，就看最后的木管处通过来，成功衔接上了 CWW， 1:19.72，恭喜 YG 再拿赛点，尤其是在 AB 赛道里面。对啊。那这一手，而且 YG 这个该说不说，第一轮当中是收获胜利的一张图啊。是，虽然说是抓住了牛的一个失误，但是在对面的赛点跟得很紧，他在第二圈的后追为什么能超你，是因为他后追非常快，他求了一个非常极限的跑法。对，而且在 YG 的赛点局，你能保证自己还是不给 YG 机会吗？看弹射连上了，YG 在前面领跑，现在的距离五是后面牛直接弹起来，但是稍微拖大一点。对，落地以后这个弯腰要暴力了，弹出来的，甩出来了。对，来到第二圈仍然是YG领跑，刹车控一下车身，看一下前面顺利通过没延上呀。这个第一圈就没延上，但是通过自己的卡气以及操作弥补过来了。第二圈又没有延上，这个点没延上还是挺难得的，说实话我觉得。对，而且落地的时候小喷状态还是有的，就是操作没点过来，牛脱标了，一个大失误，侧身单奔衔接 CW 要过来延，还撞墙直接撞停了，目送 YG 啊。 YG 最后距离冲线只有两个弯道了。是的，延续过来，这边不抓地平跑了 ，CW 有点拖，没关系，恭喜 YG 晋级到我们败者组的第二轮，是7-5，在第三轮加赛模式当中战胜了牛。其实牛是这几名选手，中国港澳台包括海外赛区这几名选手当中最看好的、最被看好的、最被寄予厚望的。但是这一轮比赛，对于 YG 来说，他证明了自己。在轮比赛当中，我觉得是比赛也到达这个阶段了，他突然发现压力来到自己身上了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